现在是吃冬瓜的时候，冬瓜给它切块儿，肉馅儿用葱姜花椒大料水来调，搅得上劲儿为止。锅里来点底油，把葱花炒香，接着把咱们这冬瓜也炒一炒，然后直接加上滚水，用中火再煮10分钟，然后按自个儿喜欢的方式把丸子穿进去，继续煮5分钟。真好吃。